大家都知道我对机械是很有兴趣的，因为从小就是工厂长大的哈，所以各式各样的机器啊、螺丝零件啊，我从小都看到大。台湾机械产业已经从精密机械迈向智慧制造，成为台湾的第三个造元产业。在各方的努力之下，我们共同建构出具有高度韧性和竞争力的机械产业生态系，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的枢纽。在特别预算的规划中，除了要协助产业更有能力因应变局，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机会，强化我们机械业在内的厂商专注于智慧化跟低碳化的趋势。那么未来政府会持续的支持机械产业的发展，让机械产业成为台湾产业更坚实的后盾。